Walking Simulator， 你也注意到了，你现在工作的这家餐厅评价并不高，你的任务是恢复餐厅过往的辉煌，提高声誉。上一任大厨在厨房留下了许多便条，这些便条或许能对你有所帮助，祝你好运。OK， 你的第一天要跟着教程来进行吗？是。这是一团糟，我们要尽快修好那煤气灶。可是跟着这标志打电话，标志。电话，哦，坏掉了！一次只能买一个，哎，很麻烦哎。大锅，一个大锅，我被派来购物的耶。来来来，还有个煎锅，再买一个大锅上去啊！信众的血没有啦，是怎样？这边都要买是不是？这不是。有新订单，完蛋了！我要买一条鳟鱼。看客人点菜了，每当有客人点菜，屏幕左上会有通知，以下情况也会弹出通知：还有一分钟完成菜肴，进度太慢，客人等不及而离开餐厅等。开始干活吧！哇，已经要开始干活了。那我为什么要买鱼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要关着了。然后嘞，黑胡椒、百里香、干丝萝，放好。黑胡椒，黑胡椒20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哎，不对，啊，五了，我拿好了。放在烘烤托盘上，烘烤90。不是啊，我已经傻了啊！他是没有感受到吗？好好好，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！哎呦，好烫！好烫哦，怎么办？哟。盘子，你的什么意思啊？他只是骗我。哦啊！难得，他为什么全部都分起来？我只是放下去而已。
好，放好，然后嘞，哦，还有自己种欸，自家种的 ，OK， 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熟能生巧，没办法，这是你的第一天，第一天上班。还有啊，看五颗星，五颗星，五颗星，五颗星。什么打死你不开口吃？吃掉、哦，吃掉、哦。没有地板灰尘，它是掉在桌子上。这为什么给零分？没有，它是掉在桌子上，桌子是干净的。真的真的，信我一把，信我一把。